平均才要钱。我要的清醒。我很小就在国外念书，自己照顾自己了，所以这些家事啊、料理啊，全部都难不到我。那你自己还装一副大少爷的样子，还有那个不平等公约，你这个大骗子！好啦，那是因为我喜欢被你照顾的感觉嘛。好啦，不要生气了。那你几点起来用这一些？虽然现在是阴性，小心有后遗症，不要太累。没事啊，头跟喉咙都不痛，全好了。既然都好了，那青青应该没关系吧？赶快吃啊！特地准备你爱吃。青青才要吃。我要的清醒。